要不要一起去？我没有。好巧，好巧。我忘这儿，你一块。最近那场啊，那场脱口秀吗？我看了两遍，很喜欢。哦，对了，学校住的那只小猫，升级是小小猫，毛茸茸的，超可爱。对了，这个你要不要？杨枝甘露味，我喜欢。没座位呢，要不我们再走一站吧。你怎么知道我喜欢这个味道？你才是，怎么总知道我想说什么？你没说的，我也知道啊。什么？没什么。突如其来的甜，初恋是，杨枝甘露味糖也是。对了，我刚收到杭州的实习通知，下个月去。啊，真的吗？太巧了，我也是下个月去深圳。来，吃个糖庆祝一下吧。时间不多了，赶紧讲写完论文。其实，那个实习我已经回绝掉了。要加油哦，不要放弃。猝不及防的酸，初恋是，杨枝甘露味糖也是。来，吃颗糖庆祝一下吧。走一站吧。要不要再走一站？现在它是什么味道？说不清，更忘不了的回味。初恋是，杨枝甘露味糖也是。